万荣乡也举办了泰鲁阁族感恩祭及传统技艺的竞赛活动，举行的地点呢是在万荣村新社区预地地，由乡长梁光明主持。在活动当天，有祖灵祭祀仪式、猎人鸣枪、舞蹈竞赛展演、传统歌谣传唱、联合木琴演出、部落特色摊位展示等等，充分展现了泰鲁阁族传统文化与人文特色。乡长梁光明表示，泰鲁阁族感恩祭及传统技艺竞赛活动是乡内年度重要的祭典，今年延续了往年传统竞技以及展演活动之外，更是增加了泰鲁阁族巫师的祈福仪式、泰鲁阁族织布展示区等。今年的感恩祭部分比较特别，就是我们请我们原始的巫师来做给我们做祈祷，祈求上苍保佑。然后主题曲最主要，我们主题是聚在一起，大家在一起，团结在一起，融合在一起。这是目前今年度的这个感恩祭的一个主题，让泰鲁阁族的传统技艺以及文化特色原貌的呈现在众人前，期待能够让青年了解老人家的智慧，并给予不同族群以及游客深刻的印象。记者林杰，万荣乡综合报道。